20多年前，我爸爸帮忙建造这座瞭望台，过后他和几个伙伴在那里经营一个小型的餐厅，生意有起有落，大概在2005年结业。在 lockdown 期间，我跑过了这个瞭望台，想起了我家人在那里的许多美好回忆。在那艰难时期，我想这座瞭望台也可能给其他新加坡人象征着希望。现在经济风暴不大理想了，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庆祝国庆日，而希望国民也可以感到说，哎，还有很好的希望啊，我们不用担心明天会更好的。它的设计是不错了，蛮独特也是了。Really stand out。因为在我东海公园呢，也是有一个同样一个塔，可是它没有装饰什么东西，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哈，觉得说它的设计简单，然后又有了红色和白，很配合那个国庆的气氛哦。我爸爸热爱着新加坡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分享这瞭望台的国庆美景。Happy birthday, Singapore! Thank you!